大家好，我是艾玛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电玩宅速配。喜欢武侠 RPG 的玩家呢，一定听过这款游戏《轩辕剑》吧？它呢已经有22年的历史了，那现在呢又要推出《轩辕剑外传 Online》了，所以大家别忘记去参加它的精英封测哦。游戏新干线代理由大宇资讯开发的武侠大作《轩辕剑外传 Online》即日起展开首播精英封测。除了开放6大职业供玩家选择，并且重温经典炼妖壶系统，体验上古机关术的强大威力，精英封测期间，游戏新干线将同步推出多项活动，还有机会获得万元商城金币哦。也请喜欢轩辕剑系列的玩家把握机会。